今天看看青宝和姐姐要干嘛？给棉袄糖洗澡。哦，我棉袄糖，你跑那么快干嘛嘞？今天他们单独给棉袄糖洗澡是吧？他俩就我俩。浴霸开了吧？开了。好。呜、哦，两个人抱着抱进来了。棉袄糖的衣服还没脱呢，乖乖。赶紧脱了。行，给棉袄糖的衣服赶紧脱了。别跑啊！别跑，棉袄糖。这门对门关严，棉袄糖想溜呢。这咋去了？棉花糖现在很老实呀，棉花糖发现没有？怎么去成这个样子？那边有个卡扣，一去就好了，宝宝。两个人，棉花糖腿软了。棉花糖，快去吧！棉花糖，你叼着屁股就是不去，你怎么能这么不爱洗澡呢？棉花糖啊，对，摸一摸。都是猫不爱洗澡的呀。对，慢慢的，对，一点一点先给棉花糖身上打湿。对了，一点一点来，轻薄了，衣服拉那么高。对，一点一点的，对，摸一摸小狗头就好了。两个人他洗的时候耳朵捂住，阿拐不要让耳朵进水，知道吧？我的衣服已经湿了。没事，一会儿妈妈给你换就行了，没关系。洗了一半，棉花糖竟然想溜走呢，你看看，快过去，不行，让我给他洗吧，行不行？我们来。棉花糖是这个样子，小可怜儿，哎呀，开锤。对，姐姐给他按摩一下。对，脚丫子也洗干净啊，宝贝。好的。全部揉好了是吧？对。对，要冲干净啊，不冲干净身上容易有寄生虫。温柔花洒，温柔一点，他害怕的，太大了。对，水温不要调的太猛，知道吧？水速。可能他会害怕，乖乖。对，慢慢冲。终于不甩了。刚才你是不是给他洗腿的时候，自己腿都翘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对。他现在特别听话。姐，你手松开。比之前听话多了。嗯。你有啥是 S 身形的 ？S 身形的。我现在蓝魔好像还没有退。棉花糖，你蹲那儿干嘛呢？蹲那啊！站起来，宝宝，站起来，冲得更干净，棉花糖，好不好？来，站起来。对了，真棒，能听懂话了，真棒。哇、哎啊，棉花糖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哇塞，青宝的身上全部湿完了。啊，我看不见。看不见。棉花糖现在洗干净了，准备给它吹一下。然后你来看一下，青宝的身上这裤子上全部湿透完了。宝宝。给我洗澡呀，你看。哇塞，姐姐的也湿完了。身色都是湿的。对。乖乖的。棉花糖现在老是不想穿衣服，棉花糖。你跟小孩一样，姐姐都弄摔了。对啦。嗯，对，乖乖的。帅小伙，棉花糖，看那边，棉花糖，慢慢。你棉花糖的小腿，你小腿翘着是干嘛呢？看看棉花糖多舒服，趴到姐姐怀里，连动都不动。哎呀，我让你去玩，为啥不去？棉花糖，现在洗洗澡，换完衣服，好舒服，是不是？行，一会儿让你吃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我知道回答了。行。